顾客呢早上睡醒了，可是他的车呢还没有睡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rcus， 今天呢跟你们讲一款 Air Suspension 遇到问题的 Mercedes-Benz S400 W222。这辆车看起来真的很高级哦，今天老些渣茶。可是呢，它采用的是 Air Suspension， 幸好顾客及时发现他的车前面的 Air Sus 呢出了一点问题。顾客呢早上睡醒了，可是他的车呢还没有睡醒。也谢谢这位顾客的信任，我们准备安装 Dyson SPT。OK。这款呢就是我们的 Dyson SPT， 高低硬软可以调，还可以 service。 现在已经把 Air Suspension 都拆出来了，这个是前面的 Air Suspension， 这个是后面的 Air Suspension。 前面的它沉了嘛，这一只是比较歪一点的了，才会导致到它漏气，才会导致到它沉坏。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东西，就是 Air Suspension 可以换去 coilover， 所以呢我们现在 Dyson 在做这个东西，就是可以帮你们解决掉 Air Suspension 坏了的问题。 OK， 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准备安装我们的 Dyson SPT。 Shaggy现在调它的高度，然后再调它的软硬度。现在呢已经安装完了，要调的东西也调了。如果你们的车是 Air Suspension， 也是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，爆了、坏了、漏气等等的，可以来找我。无论你的车是 BMW、Mercedes 或者 Porsche、Audi。好 Air Suspension 的我们都能帮你解决，毕竟我们这里帮你省钱。的表与 message 弹出来，不用担心，我们还会做口令。想了解更多的可以联系我。今天的影片到这里了，各位拜拜。